姚文智虽然没有学姐，但是各位看到周边我们很多的年轻团队，在姚文智被提名之后，他们都集结起来了。姚文智当然知道，在2018年的当下，我们的表现到目前或许还不如理想，让在场好多朋友忧心忡忡，大家都很紧张，我知道你们都在点头。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，姚文智虽然没有学姐，但是各位看到周边我们很多的年轻团队，在姚文智被提名之后，他们都集结起来了。这些年轻朋友比跟学姐一样的漂亮，一样的英俊，而且很专业，他们会协助姚文智建构这个年轻的团队，来带动台北市的改革，好不好？